好，新小学音乐下学期四年级的有一首歌，这首歌呢可能你的老师会教你吹，也可能你不用吹。这首歌就是第一单元里面的 Hola Hi Hola Ho 远足了。 OK， 这首歌听着它比较轻快一点的，一二一，就是这样的一首歌。我们现在呢分段来一句一句的练哦，这首歌稍微要快一点，而且其实不难，它就是一个一开始是一个 C 往上的音阶到 A 而已。试一试，一，我们两个两个小节试一试，一，二，一 ，Go， 再次一，二，一 ，Go， 很容易嘛。好，后面是 F D， 然后 B。又是一样的类型 ，G 一跳上去 ，C 试试，一、二、一 ，Go， 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一 ，Go， 好，整个第一行试一试，一、二、一 ，Go。下面一段呢，前面是一样的，吹着给你听，一样，所以这边不用练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一 ，Go。再来下面第三行喽，一、二、一 ，Go。这边可以换气一下，再次一、二、一 ，Go。继续后面一、二、一 ，Go。哎，有没有觉得这三个音很熟悉呢？没错，就是前面第一行的时候吹的音，但是它的节奏改变了，前面是两个八分音符跟一个四分音符，变成现在变成拖长，变成一拍一拍的。OK， 记得是一样的音，只是拉长了一倍的时间。好，继续后面，后面的第一段呢又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，一、二、一 ，Go。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很省略，也不用练。好，后面一、二、一 ，Go。这些音也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留意一下，它的 C 呢有两个 C 在哦，然后呢中间有一条线，那条线呢就是连接线。第一个 C 是几拍的？没错，两拍。然后后面一个是一拍，所以二再加一等于三拍。然后休息，所以这个 C 你要吹三拍才休息。我们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一 ，Go。就是那么的简单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一次呢，由头到尾试一试，稍微快一点哦。假如你没办法跟上我的速度的话呢，你要在一段一段单独练快一点才行。OK， 加油！一、二、一 ，Go。记得，假如要练快的话呢，不要整首歌从头到尾吹得快，而你是一句一句练快，再接在一起就可以了，很容易的一首歌，加油，拜拜。